洗澡的时间能控制在两分钟以内，每天都可以节省49升水，每年能节省17000升水。Awesome！ 你不用洗澡时上闹钟来计时，绿大虾们可以和白姐一起 frack 来酷炫的在两分钟之内洗澡。Are you ready？ 开始吧。我有两分钟的时间洗了两分钟的脸，白姐说两分钟能洗澡，我说两分钟只能洗脚，其实两分钟能节水，洗澡两分钟有香味，超过两分钟小乌龟，洗澡两分钟不用脆，要两分钟洗澡，两分钟是最好，代表我很环保，也代表我很灵巧，浪费水很不好，我水用的很少，这两分钟的澡我一定要记牢，要两分钟洗澡，两分钟是最好，代表我很环保，也代表我很灵巧，浪费水很不好，我水用的很少，这两分钟的澡我一定要记牢。我有两分钟的时间洗了两分钟的脸，白姐说两分钟能洗澡，我说两分钟只能洗脚，其实两分钟能节水，洗澡两分钟有香味，超过两分钟小乌龟，洗澡两分钟不用脆，要两分钟洗澡，两分钟是最好，代表我很环保，也代表我很灵巧，浪费水很不好，我水用的很少，这两分钟的澡我一定要记牢。